3月17号是姚笛的36岁生日，他也是凌晨在微博晒出照片，并配文写道：“此心安处便是乐也。”照片中，身穿白衣的他长发披肩，手捧着红玫瑰，而眼神看向下方。看到姚笛的 po 文，也是引得网友纷纷猜测是不是被求婚了。随后，经纪人刘红梅也是在朋友圈晒出两人的钻戒和大束玫瑰花，证实富二代男友求婚成功。看到这样的好消息，粉丝们也是纷纷表示，虽然很不舍，但还是很高兴。猜了一上午，祝福我的宝贝，此刻真的内心复杂，好舍不得。芒果拉新闻，恭喜姚笛终于找到自己的幸福啦！报道。